有网友问，就是市面上有很多螺蛳粉，都说是朱芳雨推荐的，真的真的假的？你看，刷抖音刷的，朱芳雨经常来的店。螺蛳粉，我对这个食物我是非常就是有感情，也非常喜爱的。我从小就是在柳州，就是一直在享受这份美食吧，从小都是到现在，包括我就是在东莞，在家里面。那么每一次回到柳州，其实我的朋友、我的同学都会问，哎，回来以后请你大家聚餐，去吃什么海鲜或者什么样的？我说不要，先让我去吃一碗螺蛳粉，然后后面呢我们再说。所以我对那个螺蛳粉的感情是非常非常深。当然我没有为螺蛳粉去代过言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们的螺蛳粉的这个品牌商是吧，可以联系我，让我去做一个代言。